d'avoir une immunité plus durable, parce que l'immunité cellulaire génère des cellules, ce qu'on appelle mémoire. Donc en fait, 取代了细细长长的针头，这个微针疫苗外观长得很像是一支笔。它打进人体之后，最厉害的是标榜这一针可以撑3年的长效。在这3年当中，只要你侦测到感染新冠病毒，体内的抗体就会立刻启动 T 细胞来摧毁新冠病毒。那么据说呢，它的反应更快，效果更好。只不过这种微针疫苗还在研发当中。英国的泰晤士河两年来。